来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咱今仔真感谢益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捐赠咱歌林电子美食锅和育德慈善会，然后造福咱南投县内的独居老人，谢谢。诶，今仔非常感谢咱育德慈善会吼，咱的会长以及咱的执行长甲各位干部，吼，予公司有这个机会，吼啊，因为这个机缘是着因为咱安会长吼，从阮董事长甲阮总经理来设店的时阵吼，一再心内咧挂念吼啊，来甲咱这慈善会来替公司争取这个吼，这个美食漂流锅吼啊，因为有这个独居老人，所以这个商品。哦，这嘛是公司即马目前上新的商品，哦啊，会当有这个机会吼、哦，来做好咱这南投一个这个草屯这个乡亲，哦，非常感谢这慈善会甲咱这个公司吼，诶、哦，这个有当会当给咱这个机会吼、哦，来服务这个大众，感谢，谢谢。咱哥林不锈钢美食锅，这个、特点就是用咱的煮红豆啊，甲蒸蛋，也是讲炊便当，这个、特点拢真好用。啊，是讲有时候你也在蒸一些开水，哦，用开水来使用也是蛮好的，这是咱的优点。益生赞，益德赞。